别这么慌啊！不慌不慌不慌，你慌个锤子！你看看你有没有一点高手的样子了吧？呸！慌成什么逼样啊！打个游戏我。包王打乌鸡灰，这一局把大伙都给逗笑了啊！然后呢，包王这一波呢是也是壮士断腕吧？啊，他居然不上他的招牌角色真奇了。这个阵容的话好一点啊，毕竟可以全接气。哇呀，这波长得不错啊！看了那萧峰，喂 ，A B 有危险，好跳波，打一套三连。呀，乱动，不防没办法，死了。好，晃一下升龙，哎，暂地卡位，也没打出连招来，危险，刚那个，把他大姑妈有没有？哦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还好啊，哎呀，我只会闪错地了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！ 开局先后撤啊，霸王的习惯动作，闪电进来抓了，哎呦！好，干一个！没抓出来，好偷下盘，优秀。有了，有了。这把形势不错，刚。好，下地贴。灰灰一下子连柱子都忘了推了。坑龙这把太明显了，这种跳跃，这种距离，哎呀，没了没了没了。龙这最后这一招也是想赌一下了哈，看看你动不动了。Round three， 包子形势不错呀，领先半管血啊，点赞 B， 逃出来，对了，转身发波。忍战兵卡位，先把找机会发波哈，顶你，痛，有点痛，也不防，这下又被压到死了，我感觉，好慌张，有气了，痛，有点痛，哎，什么鬼，很发波，那个包被拍死了呀，真的是啊，包子有毒啊，关注秀秀哟，不好意思走丢。